我是阿珍，我每天午餐的固打是5块钱，所以我吃杂饭只能拿2肉2菜，绝对不能超出。5块半。哈，这样子就5块半啊？现在肉很贵啊。哎，是不是没有拿鸡脚的？是鸡脚胆固醇高吗？你的5块半呢？啊，又起价了啊！哇，吃斋啊！吃菜健康吗？5块半。哈？都没有肉了哦！现在的菜很贵了，你不懂的咩？哇，老哎！哇，是这样少啊？减肥吗？10块半。